好，现在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夏日美肌，大家都需要美丽的肌肤，然后还有那个比基尼线啊，各种线啊，但是最大的困扰就是毛毛露出来，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就是除毛。你们知道这个产品啊，它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宣传，它就已经卖了2100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很特别的是，它跟市面上的蜜蜡除毛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直接可以是一个单片式的产品，然后让你做摩擦的部分，然后可以一边摩擦一边去角质，然后你的毛毛就不见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特别请到了玛丽亚·凯莉，她不是我校长，为什么呢？她其实是毛利亚·凯莉。它的毛超多，能看到吗？超级多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，就是地中海除毛。哇，毛真的很长哎，很长哎，超级长的。当你在除毛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用画圆的方式去除。对，而且它真的是一边磨一边可以去角质。你们看，尤其是这一边的毛，还跟刚才的那个黑猩猩一样的长，这边已经完全光溜溜了，欸，超漂亮的。而且，欸，我摸起来不会刺刺的，欸，你自己感觉会刺刺的吗？摸起来没有刺刺的。而且很舒服哦。它这个套组里面就是有一大一小，所以我们那个小的部分呢，它其实除了可以磨手指头上面的这个小细毛之外啊，它还可以模拟脸上的小胡须。然后都像这边的。它是这里，它这里对，而且它的角度就是比较好控制，因为它比较小，面积比较小一点嘛。好啦，我今天大方送，我把这个整个送给你，真的吗？都已经拆谢谢啦，老师。送给你回去好好的磨，因为影片有点太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拜拜。